集中八代将军石漏或小钢珠，他的声光钥匙圈啊，侧边这边有一个1/170跟1/17的，这边旁边还有个按钮，这边是开关，可以切为左跟右。现在我切为右边这个烟，然后呢，我按17下，其中有一下会中奖，然后也会闪光，没中。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，哦，中，压了12就中奖了，所以有1/17。当然这边还有个更难的，是1/170，也就是让你随机测看看今天的运势好不好。这都不会中，中奖了。好，这就是集中发光钥匙圈、声光钥匙圈的测试影片。